burn those bastards or what? Good. I'm gonna need some empty whiskey bottles, vodka, whatever. Bishop. DC 吗？喂，我听到。哎、欸，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这样跳下去，直接这样下来就好。等一下哦，看一下，我们今天把那个，因为我上网查说好像有77个支线的，有那么少吗？应该不止吧。不吧。没关系，我们先把。有点重重的。口罩了，棋子要干嘛？等一下，我注意到说，我好像有些东西要把那个。重置绑架蛮多 bug， 很像你看那个医务室里面那个人的发作程序。医务室，对，帮他把撞开，把那个人杀掉了，你看，嗯，对不对？这个人跑去那边。要冲！被阿贝冲刺到上面去。I love surprises。奇怪，这个任务要去哪里呀、啊？这小装什么？放那个，这做盆栽。我刚刚看到一个坐标，说什么一个叫 Slum 的地方 ，Slum 是哪里 ？S L U M G。我要想开车去那个
在重岛开车去那个城市，不知道要开多久。来看啊，啊，应该是这里。干。不对，我觉得应该是那里。是的，这给他酒而已。我现在点的那个任务是叫那个，我给他看。泰国吗？可以走。这有泰国地图，我看一下。他写什么 ？Slum 在哪里呀、啊？啊 ，Arena Lobby， 我去这边哦，这个门。哎，在哪里呀、啊？没有来过，这我没来过，是新地方。Hey, hey, easy there, friend. We're not infected. 这什么鬼东西啊？阿小，该不会又是新路线吧？ You're alive? 我没有来过这里。Think there was anyone living left out there? Come on, follow me. 不会吧？我本来想先把支线，其他支线先破完。不悠哉。如果还可以回去的话，我们先回去。啊，给我一个！这是什么大任务吗？感觉像。不想看。我根本可以走。啊！我的 rod。哦，这边有卖那个呢，枪子弹。好像是什么类似？你玩过洛克人？有啊。他那个打八大的。哦、oh, ，我有玩过 X 4到 X 6而已。对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我靠，这是应该是拿宝物的一个游戏方式。这里有，我要玩一个看看。然后被打死。有没有那个洛克那个装备？洛克？就那个洛克、啊，蓝色的那个。嗯。不可能那个东西，没有啊！你不是说洛克人？我他不是回血回魔？想要往干嘛？是接出去？先出去好了，没事，等一下回来。他这边有卖子弹，对啊。我看一下。秘密地点。好像是新地方，没有来过。Jack's daughter， 把节目调回来，因为它里面有卖子弹。那早知如此，我先不要卖我的那个机枪。机枪，对啊，我把那机枪给那个。哦，原来这个就是那个地方 ，portal， enter the hotel。你把你的那个地图，你开启地图，然后拉到最左下，它有个那个，就是那个传送地点。写 Travel to Slum，Slum 是哪里呀、啊？你就去那边好了。
走啊 ，Slums， 只能开这一次。安全，安全，然后还是会打。知道吧？先去看看那个 slum 是吗？他可以分别破任务什么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应该吧？啊，不行，你一直说进去一个大地方就不行。欸，他还没死呢。对啊。欸，第一次踩泰坦，靠呗。你要走是不是？他没办法开进去。可以啊。啊，对，就是这里。对了，这个就是那个，对，通往这边的城市。对了，指标找到了。想说死浪在哪里？教堂就在旁边的。啊？教堂在旁边的。今天想把城市的地图全破，不可能！爆炸炮！爆炸僵尸！绿色刀！小卡巴刀！有坏的。拿刀的，啥都没有。香槟，香槟。
被刀射，不要搞错。感觉是要去禁区里面。猴子来了，smoker。枪强多了。What's this here？ 跳掉来了。那个乱战小。我一条体力打完，哼！什么东西？被人家笑了！我靠，里面的人那么强、啊！要什么打不了他、啊？干！他们有点强。我操！
焚尸现场。我看这个人炸得面目全非。哎、欸，找到相片。先去绿刀32的，找到 Jack。他们应该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32等，不强。33等绿刀。I love surprises. 还好。就是叫我回到这边的。Hi, excuse me. Thank you. I can't get any air. 哦，这边的任务好像都是可以解掉的。嗯，没关系啊，我们就把这边看一下，还有很多吗？Kara, Frank, Bruno. 两个点。我现在选那个 One Last Breath， 最后的呼吸，它有两个点。以前的武器就只有灰色一个颜色，现在还有黄色。嗯，我去那边就好了，这边比较近。很像闪烁匕首。才刚开门，不要打到！Excuse me.
Cash， 再来还有一个是。Fortress of God。Hey, amigos。还有蛮远，蛮远。300多公里。300多。嗯。Tony Workshop， 他居然没有地图指示。走这边啊，左右走下面什么？下，上面不怎么好扛，总觉得强武器应该有可能就藏在上面。Always worth taking a look. I just keep getting better.
大招。你丢了，为什么丢了？你这还少的，绿色31的刀。Anything worth anything in here？ 啊，你看是刀，我靠，看是棍。哦，对，棍。该不要去工厂里面？废水。哎，上次不是打斗的地方吗？然后拿着一个 tool box， destination。蓝刀，记得，开35，是哟，开三刀哎，你来看看看，Thank you, friends。哎呦，有一个破掉了，刚刚 Nice in title， 再来呢。重点是开得出去吗？赛车不行啊！
欸，可以耶。开始出去，我去找到路被砍，嘿嘿，直接撞死。我要把他撞死了，等一下，你撞后面吧，对，他在后面，对不对？正后面吗？嗯。碎呀！他整只飞起来。整只飞起来。哇！我们后面插了一把刀，他就飞了。这边应该交手了。干你！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起来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靠腰！这是你怎么自己烧起来？对啊，好搞笑！怎么了？是底线自己烧起来？不是，你不要救我，不要救我，不要救我！那个 bug， 我刚才打那个僵尸，打一把他自己抓起烧起来。你看，你看，你当时是自己烧起来，对啊，超奇怪的，也不会洗掉。看你，你还在烧？哎、欸，对，也在烧了。啊，没有，我们要补了。没关系，没关系。
真是他妈衰小。在同一个点死两次。这个图真讨厌。怎么又叫我们往这个反方向呢？是那边才到得了吗？应该。要喝可乐吗？不用，没关系。要爬上去禁区。本人物角色开。又是禁区。跑就对了。冲啊！不跟他们玩了。还有一个僵尸有钱，不要逼我。上面有人，我把他解决一下，顺便拿一下子弹。Bloody waste of skin！靠背啊！妈，我 bitch 啊！就我都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武器。你开始有没有点？有啊，几乎都快点完了。这是食物。吹口气就被打了。嗯，又他妈死了！重播快一点。
哇，真的很容易累。我回到教堂没什么宝。那个破的剩两个 Help the man find the space 6 feet under蓝色的棍子在哪？欧文在哪？Please bring them back. 给钱了呀，放个 spray。这个 sister 已经没有用了。大家。找那个任务，可是他就说在这边呢。看那个 six feet under 那个，那个欧文是在哪里呀、啊？可是他讲是这个地图，会不会是在那个仓库那边？直接用地图传送过去看看好了。嗯，欧文 warehouse 吗？我们去 warehouse。看一下有没有找一个叫欧文。Excuse me. Hi. It's not safe out here. 欧文。Perhaps you can help. 是。Hola. 没看到。靠腰，那欧文是谁啊？City of， 对啊，就是这里啊。倒了吧，要把
白色的那个旗子看看。还有个白色旗子。Help 的面没有 Help 那边是那个是那个上一个任务，就是那个上一个 Cat on the roof 猫。我靠，不要，我们在那边找、啊，怎么那么浪费时间？那个比较好解的吧，这个，这他才两个星而已，不值得吧？应该就是那个棋子没错。哦，应该是教堂啊，回教堂一下。对，你说的对，是棋子。这里面有色粒子啊。嗯，算了，就去帮那个男的好了。Help the man。蛮近的，帮他把猫拿下来。帮他把猫打死。记得那亚洲女好像她踢人特别痛，她有技能哦，就是专门在踢的。她要穿高跟，她一定是穿高跟鞋。一眼就可以把她踢死，哎，何况她还是拿刀的。钱。帮哪个男的啊？哦，那边有坏人。就交给我，就是那个。哎、欸。啊。被人家打在地上扁，哼，可僵尸死法真的可以。有好一点的武器啊，有点难找。Help the man.
哪里有 man？ 棋子这边在对面那边呢。这个人。Thank you, friends. I thought I was dead. Not him. I see on the map there's another point. It's on this point. Right side. The red one. So I need to save 6 people, right? No, that's...地图啊，依然没有走到，所以它标出来我们看不到。你说还没有走到的地方吗？可是不会啊，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只想说，有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去找那个地图那边好了。嘿，你说什么？惊叹号，那是哪里？惊叹号那个是那个啊，那个人家要给那个，就是人家要叫我帮忙啊 ，question 啊。哦，对啊。我在想啊，应该在别座岛了。我们回去教堂吧。我在怀疑，都已经标注了，可是在这个地图都没有找到，肯定应该在别的岛。要买东西啊？没有。Jungle 那边找起来了。Jungle 有可能是 Jungle， 不是？不是，对啊。在那 laboratory 吗？不是。养狗。去回去岛上好了，不可能，怎么可能都没有？那地图都没标示，那怎么破？不是。
干他妈的，不管是怎样，对，一定是在，有就应该在那个城市，这城市哪里就管就要找。他就说，嗯，就在那个城市啊，你们要自己找。好，这是这意思。干他妈的，你看被滚见了。嗨，嗨你妈的嗨！看我卡 bug， 不会是后退。哦，好了，找到了。没有。一定是在某个角落，或者是有没有卡了？他说我们离开再进来。好啊，离开进来了。妈的，什么都没标示，怎么破？看到好玩的，给这线图一点惊喜。没有，我来找。给他们拜一个瓦斯。来，拜瓦斯。瓦斯教。完成五十号任务后，在教堂街，要求你给找一把铁锹。如果实在找不到，你可以等到任务进行到丛林的时候再进仓库所在的小屋门外找到铁锹。这边有没有叫欧文的？欧文，
be in the ground. Oh, Owen 在这里哦。Stench is overwhelming. 上面就是 Owen。对啊，上面是 Owen 啊。可是他妈的，他的铁锹哪边呢？掉都不掉是什么？不掉是。啊。啥攻略啊？对啊，不知道谁知道在哪边，那个没破，不太甘愿。哎、欸，要回去倒哎、欸。好像是要随便找一个铁锹，你知道吗？知道了，走，我们回去岛上，要找铁锹给他。妈的，我以为他那个是一个特殊物品，原来是工具，随处可得的工具。啊，拜托，这样要怎么找啊？根本就是要叫我们找攻略。对，走了。在那个沙滩那边有一个工具，要下去。对，对，下面有个地方有，它是武器的一种了。他刚刚说好像是这里。就是在这种房子的一个箱子里面，不是不是那个，在对面那边，就在沙滩这边，它放在箱子里面。哪边的沙滩 ？Bloody hell！ 就在这边。对，上面，他要这个了。其实这个买也可以买得到了，他要这个。
Spade 拿到了，靠！是新任务吧？没看过。他就是要去逼我们买，哎，是这边吗？这边。其实那个要买的也买得到，只是有可能有些商店不一定有卖。我累了。哇！两个人在爬爬岩壁。对啊，这边可以爬。干他妈这烂凳！两个人在爬岩壁。什么休息？靠腰没有最近，管他，直接开车去啊！太远了，传送点太远了。我只用标了。要会撞树，耶！再也不要回去那个岛，那个城市。现在，对，破完那个应该就没了。还有很多。以前城市到后来只是在刷黄色武器的地方而已。那你说要坐回来之后，算去刚刚那个地方玩。你说哪里？对，就路过那个啊。好啊，我们先把那个给他，我们再回来。我说，你刷武器刷到很强之后，在下面玩，我觉得应该不是很简单。你说主线任务吗？后面的主线？不会很简单啊。OK， 那就打一个将军而已。将军。我不知道这代有没有改。没关系，等下去看就知道。我印象中最初版本没有那个刚看到那个打洛克八大魔王那种，印象中以前没有。我以前就是刷到什么只有黄色，黄刀、黄盾器、黄枪，最好是黄色机关枪。你说那个卡 AK 啊？对啊，是需要有卡兵的。有啊，不带卡兵。对，我突然又有正卡。卡兵是稳的，可是伤害很。他后坐力也比较稳 ，AK 是火力大而已。他那个有 M4A1 跟 M16 两种。M4A1 射速比较快。二代很奇怪，他 S16 设定是三连发，都不能改了，没得奖。啊 ，S16 刚好跟 S11 相反，三连发的时候准度很烂。
终于。亮。还亮。OK， 对啊，就是给他那个铁锹而已啊。OK。他妈的！要是我，你把他拿的比较擦屁的。你不自己找吗？好，这就破主线了。哦，对，先回去打，之后去那个地方。那个，我好奇里面会有什么奖励，不知道会死掉。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了。我记得在往上走就到了。好脆啊！真的，不知不觉被打的东西了。被掉了，就在下面而已。要打倒！会掉下去啊！我不能直接降下去，对，我直接半地死亡。可是会死比较快啊，这样直接从身上去。原来死掉会扣钱哦。会啊。靠腰，我想说，你们想过一直死没差是不是？对啊。他没钱，没钱的话会怎样？就很麻烦了，就注定 GG， 也不知道 GG 啊，就是你也想修武器，该武器又不能用。看一下我剩多少钱，我刚破十万，10098块，我5万块而已。哎，刚刚那个，刚刚火被火烧起来的地方就死了两次了。你去哪里啊？靠北啊，都被地图骗了。他都没给路标呢，他妈的，先怎样？我射坐标就是要给路标啊，就只给方向。靠北，我哪知道他有没有上面、下面？对对对对。嗯？你卡住了？没有，我在看地图。那个洞。对吧？这也没看过。这应该是这个版本的新地图。你有卖子弹，但是没有卖枪，是怎样？让我想到那个决胜时刻 ，Infinity 的那个地下基地。你选难度，上面是 Easy， 然后这边就是难跟非常难。你怎么看你？我感觉啊 ，Moderate， 对啊 ，Hard Moderate 是那个一般的最难，不是？哦，那好啊，是这个。啊，可以再选择这个吗？你选啊，看看。我选这个。
看里面是干嘛。哇，我靠，上小 You are safe for now。 靠，上小生存模式哦，应该是，我觉得要你们会保存吗？二一六只，找看有没有铁可以推，打一下要死。那第一回合啊，这有商店吗？不然这蜀山小。这上面可以走。这个卡好像只是让你方便你分辨位置。欸，这边啊，这边在封锁。这边比较看得到。僵尸又掉补给。站在上面，别那么厉害。You are safe。还要直接转叉 P 的地方，升等的比较快是？有吗？我也不知道，还是要看我们的火底回合。视野那么差，靠！你有药吗？哦，应该有吧。我说，快点，不能擦药，应该是我。可不是，我去买药。这有卖，这有伤人哦，没有吧？应该没有。我看那个僵尸会掉补品。应该会自己过游戏设计的模式，它有些地图会挡住伤害，而且一些东西啊，我怕它掉钱，没有，还没有掉钱。他怎么打你啊？我看到我是女的，我操！要不然就要打你了。你生存技能有点满吧？
欸，刚刚这边没有东西丢武器。我刚捡到药了。那就用就是这样子，这样生存。早知道就不上去了，干你了！不都站在上面卡 bug 了？对啊，这地图这个点，工具坏掉了，冲动，电机。六只，对，爆炸怪，爆炸怪，有，我干掉。哦，还有，妈的，丢武器。东西哦，真的假的？越到后面越没东西。八。哦。这模式拿枪其实蛮好用。我就我的刀，我的枪很烂。不要逼我开大招啊！飞还一个欸，总共有几波？不知道。哇！他真的没有补什么补给点。干你啊！傻小、欸，这有个工作台，是吧？我被偷袭，操！我没有补品，应该没办法复活。反正这有东西啊，靠背啊，这有工作桌，嗯。可能是做一波，
交交交，剩四只。剩两只。剩一只。我死吧，我就复活了，还复活了，对啊，好，算了，不然我怎么知道我知道这地图，哎，我复活了，OK， 哎呦，看肥肥。回下回下，哇！这是爆炸筒了没有？啊？这边有爆炸筒。对，我知道，我知道怎么牵制他。那有个，哇，三个放放，要干掉！啊，干掉！干！我干嘛近距离砍他、啊？我忘记哪一只是哪个。活了，活了，活了。还有第十一回了，再玩多久？这应该只是让我们赚那个赚钱，哎、欸，对，赚钱吗？我觉得应该是赚钱，我觉得不去了啦。这边只是打生存，因为他这个没有限制，我以为又会玩的，我要回去了。赚才赚4000块。对啊，怎么的？我要去自杀！哎、欸，来来来，从这边自杀。对，我从这边可以回去。是可以，嗯，是的，是的。哦，我。哦，原来这个地方只是赚经验的而已啊。还是说，让你的神器有地方发挥？嗯、因为我们宝没有刷的很多，所以玩起来特别辛苦。有什么黄枪啊、黄刀、啊、黄锤子啊，嗯，就可以在这边玩。对哈 ，play。哎、欸，这有个 mod， 要哪个？那个桌上有个 mod， 应该是个改刀的，叫做红刀。红刀模组这边，我拿了，所以我看不到。你看看能不能改？听起来应该是火刀。钻石。喷着冒烟的敌人就直接拿那个火刀砍他就好。这应该是没什么。我的。回去。没什么奖励，让我失望。嗯，回去不主线呢。比谁？78%。回去 jungle 是，我看一下哦。
你把刀有绿色的光，你啊，沙发是个恶心的声音。应该是那边的。回去 jungle 破主线，你不用爬船上就好了。玩一下，用走的比较快。你找。闪避进去，他吐，他吐了，吐了，中毒。这下去是拿到一个 Traveler Jungle， 为什么 Jungle 要走这边 ？Jungle 地下室超奇怪的，爱丽丝的梦游仙境。Help the scientists， 有车吧？哇，是棍子哦。Travel to 有吗？有新的吗？这个是棍子，你不能拿。也35等的，干好爽。嗯。就是他，固定的僵尸。吼吼吼！看我飙的多好。如果你开这个车都会喘气啊 ！Shit！ 没关系，前面还有车。找最近的车。这边追，找到最近的车子，这叫旅行。这边的树都可以当神木了，你知道？嗯，像那个挪威的森林那样。对。胖胖。哦。你搞到肌肉胖胖，好，帮忙被我推着走，让我去瀑布下面颤了回，肌肉胖。
二代有个任务是那个在森林里面的那个杰克。对，这二代有电锯。你说激流吧？嗯。我要开车撞他。你在这等我，我开车过来。嗯。哦。小心哦！哈哈哈！就在前面而已。好的，好的。笑死我，是个坐标。解放闪得快。人物一直在喘，开车也会喘，这女的太那个，紧张了，在丛林里面时速一百，没关系，这边很近。这个固定的。在下面的，不要再去帮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他妈的都已经帮她拿那个一大堆借口，妈的自己也不去。我很忙，没错，我忙着离开这个岛，我忙着在那边请求帮助，我忙离开这个岛，我忙着在忙着，哎。你有空吗？嗯，你有空吗？帮我拿个那个东西好不好？可以帮我带话给我老婆吗？我说你老婆死了，还没？那你先去，你先上路，我去送你老婆上。哪里？对，船这边。可能是要搭船找博士之类的，找维利博士，差不多。然后开个箱，而且有个箱子的。哎，烂东西。不知道这个船可以开多远。我也在想哈，我们开这艘船从台湾花莲开到美国洛杉矶，然后上面都在汽油，你觉得这样到了？到不了，我现在饿死，我现在饿死，而且饿肚子喝汽油。而且还得面对可怕的海浪。对啊，海盗。看到里面有好刀的话，跟我说一下。可是那些刀应该不会重生吧？不会说过了一下子回来，然后就会有那个。不一定，你要看当时会不会重生，你要看这样。
你还在吵。我等下实验室不会吵。所以我们要把他杀光。实验室也被攻破了，搞不好。你要真的会啊，这是祖先的技巧。是哦。嗯。目前应该还没有。那博士也会死。被他追到，他怎么威啊？巧克力豆，要挡我的路啊，废物！博士要被攻破喽！Kuru is endemic among the native population here, but the incubation period can take up to 12 years. Many of the natives here have built up an immunity which keeps the virus latent even longer. But this new virus is very different. 新病毒 It goes full blown within hours. I think I may be able to create a vaccine, but to do so, I need a stable version of Kuru that hasn't yet mutated.Can you help me with that? 疯狂玩冰箱。Okay, no worries. You must find someone from Ope's clan. Someone who hasn't had any contact with the infected and get a sample of their blood or tissue. Right then. Now you just need to find someone from Ope's clan who hasn't had contact with the infected. They don't even have to be bloody alive.Go talk to Kulitoria DPE. 我在想，要把一个人抓过来研究。我不破副线，我直接把这破。回家。我们在门口被车挡住他还在自信开那台了他妈的啊，应该从这边出去了，靠北我在想什么，搞不好这台车比较好开，你开好你看一看、啊、你看一看，换我坐车，要打到玻璃吗？要我是吗？哪小？打到你，
不容易这个镰刀怪。死吧！有。堆僵尸，那个值钱的东西，我倒退一下，往后应该就 OK。呀，应该挂了，应该挂了。哎、欸，这边不是那边吗？以前不给地下车子来插进来。这个。Welcome. Great. Every person in my village ate the flesh of the immortals. 他是我们的老爸啊。没事嘞。OP warriors left are in the tombs of our ancestors. It is in the mountains near our village. Take me to your boat, and I will lead you. Okay, no problem. 待会我们要载他，我开吧。对啊，现在要载他去我们，他说要带我们去那个 Deep Hill Mountain。啊，他们走了，他们走。我觉得出不去了，靠北，大的。可以啊，可以，可以。要长这样？不会，不会，不会。你看看，有。他能挡车哎、欸！我觉得他不会上车，这之前是我没用走的跟他去。是吗？没开出去，我觉得这个人就不会 bug 一下。你看一下，好，你被那个人挡住了，靠北！对啊，就那个人。我要他是不是，是OP被冲去了，我看不到后面呢，跟你。你帮我看一下后面。完了，完的，你的，右后方。打直，打直。完蛋了，完全卡死。算了，不开了，不开了，卡住了，完全卡死了。烂车。部落人口被车卡死。他刚好被我完全撞倒了。嗯。把撞飞，飞出去。你要往这里走了，这个人的屁股，你想摸吗？妈，才不要呢！恶心死了！都说他是女的，还我还考虑。他就是你爸爸，你两个人喜欢你爸爸。我爸应该没那么黑哦。你比我高也有刺青。走，走啊！我们一定要保护他，肯定又要保护他。啊！哎，我刚好不见了。啊？
他要走吗？他不战斗也是要叫当酋长。对。啊，废物！还画全身骨头。不问那棍子都拿假了。他终于又跑了。Do you see them? Hold the position. Do you see them?看到我族人吗？把他杀了。我们应该要跟他们说 ：“I don't see it。”可靠我们杀了族人都没有感觉。好冷血哦，这个酋长。他不如都跟杀猪一样死掉都没感觉。我一点都不迷信，叫他不要废话。他是什么？他在说他们的神怎样的，他们非常神圣什么的。哇，这是怎样？孕妇。这边嘛，走啊，废物！酋长不敢走。哎呀，满都是血，我不敢走。我叫 OPE， OP， 长老名。欸，他怎么知道我们船在哪里？你要有神明告诉他。其实因为他有一台手机，上面有电视录影器的那个画面。有船，搞不好他第一次搭船，他可能晕船。这个来者不善的意思。欧郎，你在画稿吗？欧郎，独村的。长用跑的，拜托！无村，来，我带你去见我们的神，就也是人。如果是黑暗大佬，上面祭拜一张头的卡片。Angry Spirit， 他的 Angry Spirit 到底是指僵尸还是指谁？
太多了。Maybe we will avoid the fight. 愤怒之人，他说要跟着他，什么要处理他们吗？不要，不然他还会死。当用看到武器。哎呦，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知道吗？好，来看看他。帮他把霸迪奥冲来。他攻击力太小。就这样，还蛮惨的。潇洒无比。嚯！好啊好，给你棍子。不愧是酋长。Follow me quickly. Follow me quickly. Leave the village at once.Wonder if there's snakes about. So, 他们僵尸病毒是他们引发的，是不是？岛上的病毒的，有可能。对，因为他也没有交代说为什么他会变僵尸。人家会一路从那跑下来，所以。可能要走一前一后。大木。张大波。啊，酋长，我们是怎么对付你们的灵魂？用轻的。用香港脚问候他，他知道我穿几号的鞋。哼，怎么样？厉不厉害？我们是比他恐怖，我是真的愤怒之灵啊！还打嘴炮了。飞出去！小豹，嚯！我应该要补个那个击倒的，这样子击倒的话就直接踩头就好了。酋长，你的胜利好难走哦。对，一定是苹果的果园。嗯，一堆苹果。It is beautiful here, but it is a holy.
So beautiful here. Level up.嗯，拜托起来用杖哎！跑步，酋长，一二一二。打踢他！我才用冲动。到宫顶了，是不是？不愧是三 D 人。Get to the second lever and use it. Be careful. Be careful. Shut up. What?把他踢死了是不是？哇，36等欸。皇子。嗯。看一下剧情。看我们做的工艺品。You see any mummies? No. What the hell? Very bad spirits. Stay away. 这谁啊？把酋长打死了。Did you see that man? That was fucking voodoo, not the living dead shit. I don't see any bite marks. If she didn't eat those stiffs, then she's probably fine. And what if she ain't fine? Maybe you should ask her, huh? Hey, show. You have some zombie for lunch? She's saying something. I had to. Everyone had to. They believe.If they'd eat, they would live forever. We'll have to take her with us. We need to find them damn mummies. Over here. Now what? Hey, what?Let's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那什么东西？不知道尸体吧？还有牛肉，还有牛肉，是要换他？准备好了没？要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可怜的酋长，被一枪爆头。哦，应该是爆背。哟、哦，哇！啊，这种颜色会让我想起那个森林的那个野人。我要跳崖的意思。
走，这打不完，越往下走。但是没有手榴弹。他这个黑人的演技啊，垃圾，快救他！跳下去，跳下去，现在走这边吧。跳下去，别挡路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记得以前我看修改器的时候啊，我说快隔离的时候，我就是跳下去。我来了，他要被打击了。绿刀，三十六的，可以啊。来看看黑的演技应该如何，有很华丽。他拿了一把刀在转圈圈，他跳芭蕾舞，女僵尸被拉的，女僵尸共舞，那个黑人长得很喜感。哇，走那么快！光小。要去实验室。巧克力多。对，我没修东西。坏掉，坏掉。我再开一个箱子。坏掉，坏掉。他走的比我们还快。你开车，对你开车，你开车过来撞他，我保护他。我开车撞他，你要保护他，你啊你想死？你开车过来，然后我再坐上来。这女的有车不坐，还要。三仔，我们就开着开车，然后看着他，
发小，等下走出 bug。我说：“嘿，万岁！”走。再出来点。又要装女的，好飞啊 ！OK， 我们直接我们先走啊！对，我们先走。哎、欸，后面那清掉吧，他可能不会走。后面那清掉，我们先走。他们都没事。走啊！那就很奇怪，都不搭车哎呀，从哪想？因为我是远距离，所以我不坐车，我用跑的。妈的！对。Oh my god！ 哇！怎么怎么？来看我们。你被车撞死。多亏这女的，你才是死掉。什么、啊？是黑人哦、啊，三十二的。搞卡住。人影一杯五。
我撞你了，撞死！作为乘客，我在里面。你知道，这女的还知道路，还知道。那是爸爸吧？那不是博士，是叫爸爸。等下一进去，爸爸，女儿，干娘，白人生黑人，我在心死了。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爸爸，我差点死掉。那个酋长好恐怖哦！你来这把我干死。This mummy has been properly preserved. The DNA might still be intact. This might just work. But it will take some time. We may be able to save this island after all. As for the girl, I need to check her blood. If she's infected, she should stay here. We'll be in touch. Pure blood. Earth's blood.干嘛？不知道，我就唠一唠吧。原来是他要把他抓过来做身体检查。好说嘛。买点东西，没什么。200公尺。在船那边。你要开车？帮我看一下，先帮我看一下。OK。跟车门没有关。你在哪里？那你的车门没有关。我看有 啊，是啊，还是没有关。我怕。耶！刚刚声音就没有，还爽死。哦。这是什么？房车拉力赛。哇，帅哦！哈哈，这、yeah. 开车技术，嘿嘿 ，finish， 赛车选手必有莫属。那上面的箱子有没有虫子？虫子，然后红武器，最好是没有，没有，什么颜色？没有，红色的。哈，真假的？箱子颜色。哼，红箱子，金色的，米色的。闭嘴！终极战士。You saved my life for the second time, so I owe you one, yeah. 哦，废话。I do know the way to the prison.It's fucking dangerous, so I don't like to go. But if you want, I'll take you there. Before we go, though, you gotta stop in town and get some necessary things. Dangerous water.
哇，一个37人的水油可以。啊！哦，怎么是回到这？Listen, friends.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need to be taken care of before we head out. First thing is gas for the boat. Oh, okay. We get there on fumes. The second thing.Is something special for Titus, so he lets us through. Titus. Otherwise, we can forget about ever getting inside. So what's it gonna be? Okay. I guess I can give you a hand. Okay then. You'll find a fuel at the gas station. If you can find a car while you're there, you'll get back a lot quicker. I keep the stash for Titus in a red container by the seaside hangars. Here's the key to the storage unit. I'm staying here. I'll watch the boat. Good luck.废话，他不让他去吗？难道我们废话就让我们去 ？Let's go。爆炸怪了！爆炸怪了！嗯。导游，开车去找油啊！你还在喘？Find a few， 搞不好是我本人在喘，我还想，可能。过不去了。没有没有没有。绿刀两把，38
beaut. Cow yo. 拿了什么钱呢、啊？这里是这个地图的最旁边。怎么说？快进攻！64块，好有钱啊！这个是。Yes。重撞没有钱，怎么会？有个 charger， 好，不是不是，他在找你，他喜欢被车撞了。这个智障喜欢被车撞。专业司机。可是这不用先加汽油吗？这個，是用拿而已。哦，加好了。没有东西吗？我回去搜一下好了。没有。这乐色，喝一点可乐。白色刀，我这车可以开下去，不行，有事故。你僵尸直接开到了。就照他这样开啊，就往那码头开就好。
差不多这里。嗯。要用用拿拿就是。怎么这样子也会那个会烧到？拿那个碗拿的。不然就是放着，把它丢下海不会怎样。All right, brothers, we are almost there. One last thing. Water's getting choppy as hell. We get tossed around too much, we may hit one of those mines.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My father used to work on boats, so we just need to go to his workshop. All right? You can take the boat right up to the workshop.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我要岛上，应该是哦。The quest will be nothing. 雷比给，嘿嘿，回到好岛。耶，换这个岛。绿色左轮 ，no， 拿来卖。跟他的爸爸讲话。爸爸在哪里？他爸爸不是说要变僵尸？对啊，绿棍、蓝拳道。Energy drink。这个 OK， 有什Storage. 十点半了。对，突然很想买那个 SCP。然后等到特价的时候来买。
讲完话了。对啊。我拿这个管子。应当够。There's something else I need to do, all right? But I need to do it alone. So just wait here. I need to find my dad.我在想，应该是他爸爸。可是我们刚刚进去，怎么没有看到爸爸呢？对啊。没有爸爸，那张照片没有他爸爸打。那是独照而已。All right, let's get the fuck off this island.Fuck off this island. What?看不更新啊，你看上面那个，我看一下。没有，人来说三等才可以打开。拜托，我们来到这边都几等了，还没三等。我看看，没有更新。要回去实验室了，被吐了。为什么肥肥的声音跟太太那么像？有点不一样。看到他就是要装，没办法。Okay. 他居然杀了他爸爸，有前途。不孝子，哎、欸，你怎么进来的？啊，你刚才像你说的，被占领，这不图了。妈的，连防僵尸都不会，这些人。靠！哎呦！
不是，怎么了？我看一下。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Surprise. He took my blood once, then again and again. He wanted to bleed me dry, and when I asked him why, he was surprised. The savage can talk, but I ran away from my village to go to the city, to go to school. So I know a person can only lose so much blood. I locked myself in the cage to get away from him.And when he tried to open it, using that computer, he opened them all. And those things jumped on him and tore him apart. I screamed, but no one. 所以一切都是那个老头他自己自招的。他原本就没有打算要让这个女的活的意思。说抽血就应该是要把他抽到干。嗯。我曾经去过学校，所以我知道抽血是什么感觉。你是一个 Maggie？ 我拉 Maggie 的。我的 Maggie 就是他没办法达成的意思。诶，我要干嘛 ？Sample， 那叫 Sample。嗯，我刚刚有看到红色的、啊，在桌上、啊，这里啊。好。都不要理他，我打，我放到这里面，放到这个这个。我看一下。You are about to leave the island. Once you travel to prison, you won't be back. You won't be able to go back. Make sure you are ready before you continue. 哦，不能再回来了呢。我要确定哦。好。OK 啊。好，再见了。再见，好玩。Thank God. Now take it and don't bloody lose it. I'm waiting for you on the prison island. Hurry. Relay.哇，水雷！I unlocked all the doors I could. Not very many,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ccess to much of the security grid since it's on emergency power. 戳到爆炸，所以二代的故事，那个基友的故事都是在这个岛上，对不对？是，在另外一座岛。这是监狱，监狱岛。我现在12:30，我们差不多要休息了。OK 啊，不管就到这边了。嗯，好，那明天再继续。嗯，好，休息休息休息。好，明天继续了。嗯。